我们是赛默菲士尔公司，您可能已经听说过我们的小型台式分析仪在水质分析领域的应用。现在我在北京为您报道我们最新的成果。来认识一下马浩俊 Moses Ma， 一位水质分析领域的专家，他有一项极佳的创新技术可以展示。 Moses，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Thermoscientific 奥里龙 BOD 自动分析仪。这台仪器是我们奥里龙当中一款比较大型的仪器，它的名字叫做，中文名字叫做 BOD 自动分析仪。来介绍一下这款仪器的出色应用范例吧。因为它这个自动化程度非常高，处理的这个样品量非常大，所以呢它特别适用于一些比如说污水的排放企业，还有一些这个环境监控企业，这些样品量比较大的用户。这台仪表针对这些用户的话，它可以给用户去解决非常多的这个实际当中的问题，可以帮助他们更快更好更准确的测量这个 BOD 的值。介绍一下该产品中的创新。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体现在 Auto 和 Easy 上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自动化和简单。它的结构呢就是四通道设计，四只溶解氧电极同时测量样品，然后在这下面三个托盘上面放满样品的话，一共是36个样品，这样四只电极这样一排一排的这样测过来，最快的话15分钟内可以测量完这36个样品，并且它配备了相应的这个软件和我们的计算机连接，用计算机来控制这台仪表，然后能把这个所有的测量数据都记录下来，然后自动计算出这个 BOD 的值输出，所以它的自动化程度非常高，而且也操作起来非常简便。谢谢您的观看，请查看 thermoscientific.com 来更多的了解我们。